相传玉琮有着神奇的力量，对其许愿方可心想事成，真的假的？年轻人，你在怀疑我的实力吗？说出你的愿望吧。玉琮，玉琮，能让我跟偶像见一面吗？这个好办，走你。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晴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对得好，年纪轻轻竟然有如此文采。来来来，尝尝我湖门研制的红烧肉。哇，哎，这人呢？到嘴的东坡肉飞走了，我都还没吃呢。小伙子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见一面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能不能让我走上人生巅峰啊？准备好了。哇，这项目太刺激了，超级沉浸式啊。玉琮，玉琮，你能让我钱包胖点，人富点吗？从你是不是程序出错了呀？怎么都是鸡毛啊？年轻人，据统计，这5000年来靠许愿实现发家致富的人数为零，富裕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。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里，他们鸡毛换糖，擦皮鞋，做批发，在苦难中走出一条致富路。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人们根植这方热土，乘时代风云，趁势而起，四海八方纵横其间，数智赋能弄潮而上，彼方尚有征程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怀抱炙热奔赴星辰大海。来，今天我高兴，送你一张戏票。而主角是你自己。声有跳动，意有流转，水有呼吸，你有活力。一滴水跃进人间西湖，奔涌滚滚钱塘，东向大海，永立潮头。水往低处流，非不思进取，而是前进的路上无畏高低。行道如水，再从此岸到达彼岸，是一种智慧。积蓄能量，乘风破浪，一定能激起时代波澜，到达未来。玉琮，玉琮，哎，俊豪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前面数字展馆有穿越，走吧。哦。欢迎开启浙江活力之旅。